欢迎大家参加 Ben Sir 揾工团。Ben Sir， 我仰慕咗你好耐噶啦，我想同你疯狂揾工啊！冷静啲啊，你硬亲我啊！嗱，揾工最紧要系乜嘢啊？我知，要智慧，要美貌，仲要身材。你揾咩工啊？揾工两个字表面好似好简单，其实背后蕴含深厚嘅意义。揾工最紧要啱 field。工有唔同行业同埋工种，如果行业同工种都能够配合你嘅性格咧，哇，咁就为之啱 field 啦。一份啱 feel 嘅工，不单止令到你可以得心应手、如鱼得水、如虎添翼，仲可以令到你不断挑战自己、寻求突破。总言之，揾工最紧要啱 feel， 啱倾、啱 key、啱 channel 就识啫。咩叫啱 feel 啊？咪就好似佢咁哦，参见杰灵公主，平身。其实咧，我之前都做过 OL 噶，咁的确咧系冇幕前咁大压力嘅。又觉得冇乜满足感，咁咪去英国 working holiday 咯，咁可以咧填补到个心灵嘅空虚嘛。我个心都好空虚，寂寞冻啊！哎，我仲以为你去利物浦会过世添，阿乜家伙又翻嚟香港搞咁多饭嘢，咁你连我个饭你都……哇，唔好咁讲啦 ，Ben Sir， 只系咧我比较中意对多啲唔同嘅人，依家又做主持啦，又会做下电台啦，接下啲 MC job 啊，仲会做啲 marketing job 添噶。我发现而家咧真系好 free 啊，同埋咧个世界大咗好多，同埋广阔咗好多啊！睇嚟你都揾啱 field 啦。喂 ，Bella， 揾紧咩啊？揾工啊！我都想好似杰灵公主咁揾啱 feel 啊！呢度啊，等 Ben Sir 介绍翻啦。想揾工，梗系上 cpjobs.com 啦。伙计，谢谢嘢，唔该。两位食咩啊？